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好，今天呢，继续跟大家讲白话佛法。我们学佛人要懂得，为善必昌啊啊！一个人只要做善事，你一定会兴旺的。 一定会啊，就是繁荣昌盛。如果你为善不昌呢，也就是说你做了很多好事，你没有得到好的回报，说明你过去啊，啊还有余殃，就是有过去还有做错的事情，殃尽必昌，也就是说等到你的业消完了，你一定成功，啊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所以。 佛经里面讲到，为恶必殃，啊，你做坏事一定会遭殃，一定不好。为恶不殃，必有余殃。你这个人做了很多坏事，但是你还在享受人间的福报，说明了你这个人必有余仓，也就是说，你曾经做过的善事。 或者你上辈子做过的善事还在，还没有用完了，积蓄还没有用完了，所以你仓尽必殃，啊，等到你啊福报受尽了，你肯定是遭殃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后来就倒霉了，啊，因为他在一直在行恶，所以我们。 学佛人要懂得这些道理，求菩萨不要着急，菩萨都看得到。我们学佛做人要懂得长生惭愧心，觉得自己对不起呀、啊，我对不起别人呐、啊，我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亲啊，啊，我对不起佛友啊，大家对我这么好，为什么我还要这样？你长生惭愧心，你就心中不会起嗔慧心。 因为你就不会去恨别人，你总觉得自己不好，你不会去恨别人。你如果经常觉得别人不对，你就会去恨别人。所以学佛人要经常升起惭愧心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师父在这里跟大家讲，你这个人经常升起惭愧心之后呢，你会常生欢喜心的，而且你会有。 慈悲心的出现，啊，因为你觉得啊，一开心了，这个人就慈悲了。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的，啊，一开心了，没关系，我帮你做，没关系，啊，这个事情我来做，他就不会啊去跟别人斤斤计较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经常说，你嗔恚心一有的话，恨心一有，火烧功德林了，啊，火烧功德林。 所以在佛教界经常讲“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、啊”你去看发脾气的人，他一定不顺利的呀。顺利的他为什么发脾气啊？你说开心的人他发什么脾气啊？发脾气的人一定有障碍了呀。所以有的时候学佛人就是啊，要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生气我不生气。 啊，气出病来无人替，别人贪我不贪，你得到的就跟别人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学佛做人，有的时候觉得啊，在人间大家都说：“哎呀，你学佛了，你山珍海味吃不到了，你还要受这么多的苦啊！”实际上，到底谁在受苦？啊，学佛人逆流而上，表面上看起来很苦。 实际上，我们坚韧不退却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找寻真理，能够解脱自身的烦恼。我们能够懂得运用佛陀的般若，一定能够战胜自己。啊，所以人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。你烦恼是自己找来的，你如果能够战胜它，你就很好。 所以随缘消旧业呀，啊，菩萨叫我们随着缘分呐、啊，把旧业消掉，然后呢，慎莫造新殃啊，啊，谨慎的不要去制造新的啊这个灾殃，啊，不要掩过是非呀、啊，啊，不要动不动就掩盖啊。 把这个是非啊，哎呦，我去还要去在里边讲啊、解释啊，是就是装饰的“事了、啊。所以很多人动不动就跟人家讲道理啊，好像意思，哎呀，人家说你这个地方错了，不是啊，因为所以不但而且，你说这种人不叫眼过是非吗？啊，你只有克服了这一些看似基本上很简单的道理，实际上让你懂得了。 念念无常啊！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无常的，我们有什么再去把它纠结在上面的？因为一切都会过去，一切都是无常的啊！世间本是无常无我的呀，有你吗？没有的，好像有，好像没有的。很多人活着的时候有你，死了就没你了；很多人在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有你，一离开这个地方。 从此就无我了，没你了，所以要懂得不要执着呀。学佛人不执着是智慧呀，啊，不执着。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法身要如如不动，啊，在人间什么叫法身啊？就是你学佛的身体呀、啊。你比方说你跟别人一样，你也拥有个身体，啊，你吃饭啦，睡觉啦。 啊，你都可以做一些这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，但是你的心中有法呀，佛法呀，你跟别人一打交道，你的佛性就出来了；你跟别人一说话，你的佛言就出来了；你一思维，别人是想着人间的五欲六尘，你就想着佛法呀。所以，如如不动就是你的法身啊。 一个人很干净，如如不动，就是你的法身。表面上如如不动，实际上你获得了更多的自由，啊，就是如来如去，有来有去。师傅举个简单例子：，你表面上停在红灯上面，啊，你说我现在车停在红灯，好像没有让我开过去。实际上你得到更多的自由，因为绿灯了，你就可以马上走了。 如果你在红灯上，你硬要闯过去，被人家车撞了，你说你接下来自由更没有了。所以要懂得守戒啊，一无所来，一无所去呀、啊。做人有的时候就像我来过人间，又没有来过人间一样；我学过佛法，又像没有学过佛法一样，一切都是平静的，一切。 一无所去啊，因为一无所来呀、啊。有了也像没有过一样，没有过又像有了一样，无来无去，那你才能一切如如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在家里，啊，因为啊，夫妻之间讲过一句不好听的话了，你一直放在心中，你就是有来了。 因为你把这句话记住，你一直不开心。你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你只要把这句话记在心中，你跟他不能和平相处，你不能跟他有友好的啊交往。所以，真正的无来无去，一切如如，是不要把一切的无常放在心中，一切都会过去，一切都是无常的。所以我们。 啊，恒在常住不变易，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永恒的常住，把佛性常住在心，不去变化，那你就是如如不动啊。所以有些人他懂道理，他不跟你讲这个对那个错，因为人间的对错都有每个人自身的理由。你进入了。 对错就是进入了是非之中，你就慢慢的会沉迷在是非当中而不得解脱。所以师父叫你们法身佛本自如如啊，我们有一个法身的佛在心中，我们如如不动，我们的智得圆满。你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智慧，你们每一个人。 都周遍法界，每个人的智慧都非常非常的大，根本用不着啊去寻找，而要去寻找的就是被五欲六尘所染着的那颗心，所以让你丢失了你的智德，不能让你圆满，所以无始无终，非修非正。 你说修的好的人就像没修过一样，你像一个孩子生出来，他非常的童真，他不会耍心眼，他不会动小脑筋。这个孩子非修非正啊，他无始无终的活在世界上，因为他知道我就是这样的，如如啊真如，所以心实际上没有表现的。 就是师父经常跟大家讲，人的心就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什么，你心中就拥有了什么。我今天这个心照见了恶，你的心中就拥有了恶；你今天这个心照见了善，你的心中就拥有了善。啊，再讲的简单一点，你的心中就是一个仓库啊，就是一个道场。这个道场装进了佛法。 装进了慈悲，装进了我们为人应该做到的事情，那你的心里边就是善的，就像一个仓库一样，空的装进善的东西，那就是啊非常非常的善，在这个仓库里的东西。如果里边都是那些毒品啦，那些不好的东西啦，装在你的心中，那你心中充满着邪恶。所以师父要你们懂得。 宇宙啊，心要像宇宙般的宽大，心要像大海般的宽广。我们人的心应该没有分别，因为我们像宇宙般的宽大。所以人家说你为什么会嫉妒别人？因为你的心眼儿小。如果你的心眼儿大，像宇宙般的空间这么大。 举个简单例子，如果你们家大的，简直就是大的不得了。人家说我在你们家里住两天，好啊，可以啊。那一公里以外，我们那里有个房子，你去住吧。你肯定是不会在乎他住在你们家中的。你家里就这么二十个平方，人家说我住在你们家一个晚上好了，你肯定不会让他去住的，因为。 空间不一样，所以师傅跟你们说要明空，心中要光明，你才能呈现出空性。如果一个人心中不光明，你就没有空性。有了空性，你才会纯净。所以纯净没有分别心，明空，那你就是拥有了宇宙的大心啊。所以。 心本来没有因也没有果，而是你造出来的，所以万法唯心啊！所以师父希望你们啊，要用忍辱心来断尽自己的烦恼心，让自己的心能够像宇宙空间般的大，什么事情都不争也不减。 别人怎么样对你，你都不要增加仇恨；别人怎么样伤害你，我也不减佛性对他的爱。这就是菩萨的大爱，这就是不增不减，这就是在你心中才能拥有菩萨般的完全平等之心啊！ 所以我们心无有起，啊，心没有起任何的不好的意念，心无有起不好的恶念，因缘俱灭啊！你对别人一直这个样，你没有因缘，因为你没造任何的恶因，你也不会得到恶缘、恶果，你如如不动的。 生活其实是不告诉你，人生只是一个现象，所以在佛经上经常讲，人是虚幻之相，啊，什么叫虚幻呢？虚幻就是因果轮回的真相啊，因为我们人心的造作才会起妄念。 才会有行为叫妄动，啊，所以，我们人心不造作恶念，心不去伤害别人，你这个人心就不会妄动。所以，颠倒妄想、执着烦恼，这些，都是你心所生出来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别人的事情。 跟你没关系，别人好了，你为什么要去嫉妒他呢？啊，那这世界上好的事情多呢，你都去嫉妒吗？啊，是因为你接触到这个六成，你才会嫉妒，因为他靠近你了。所以为什么要我们远离颠倒梦想啊？《心经》里边讲的，你不远离他，他就污染你。就像。 很多的病毒一样，你远离它，你就保护了自己呀、啊。你太接近了它，你接近了颠倒，你的心就产生妄想、妄念。你的心只要接触了执着，然后慢慢的，你就拥有了烦恼不断。那么最后就产生了，你整个在学佛当中，在。 生活当中的不正见的，啊，人的不正见，所以菩萨让我们心不妄念啊，性自本无啊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心中没有妄念，不应该想的事情，你不要去想的话，性自本无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本性从来就是本来它就没有的了。你说一个孩子。 没人教他坏，他怎么去学坏？他如果从小到大他没接触过香烟，我相信他一辈子都不会抽烟。啊，所以无名为什么不能解脱？因为不明白，因为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，所以我们才会造下轮回的因果和大祸。 所以，佛教界有句话叫“几世几明”啊，自己做的事情要自己明白我在做什么。你们现在所有的学佛人都知道，你们正在走的是学佛的道路，你们自己应该明白你们这条路怎么走下去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就会自然解脱。 很多人一辈子解脱不了，就是自己做什么事情自己都不明白。你不信，你到监狱里去问问看。很多人犯了罪了，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。就像我们很多小朋友做错事情了，他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呀、啊，那是更危险的。你如果知道自己错了，你几世几民，你自然就解脱了。 哦，这个地方我做错了，哎呀，我不应该这样，你就放下了，下次当心就好了。就像我们开车不认识的路，可能我们就会开错路，而且会撞墙，或者会啊走错方向，啊开了很长时间，哎呀方向反了。我相信你们都有过这种经历的。那么你知道了，你不会犯错；当你不知道的时候， 你还在顺着那个不理解的方向在看呢，所以我们做人要懂得啊，要理解众生，要明白众生，怎么样来化解？怎么让自己的事情自己明白？首先了解众生，你才能化解自己心中的烦恼啊。所以佛教界说，所言人也，为众生心。 菩萨告诉我们：“你为什么说你是人？因为你是属于众生的心啊。人他完全可以变为菩萨的啊，境界高了，他就是个菩萨。所以一切人生若心无生，人无从生嘛。你这个心不生出来一些烦恼，你人哪来的烦恼？” 你的人的心不生出那些恶念，你人哪来的恶念？所以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是谁给你起的。实际上，因果就是自作自受。师父告诉你们呢因果就是自作自受。啊，生口意的恶念、善念。 全部都会成为你的业力。